哇，好着灯啊！欢迎收睇 Toys TV 嘅 Brian Low 嘅玩具堂嘅时间啦。今日 Toys TV 玩具堂呢个开箱时间咧，心出明灯同大家讲呢个咧系 DID 嘅1:6，哇！一个二次大战嘅美军101空降师伞兵啊，佢叫 Ryan 啦。咁啊，其实呢幅相影得好靓喎，唔知边个影嘅咧。咁啊，同埋出嚟咧，成个效果系非常之正，想要赞啦。个盒不嬲个设计都系咁啦，话喺 DID 嘅字。如果唔知嘅朋友咧，可以睇下。其实呢个盒咧，一阵间有啲龙雕开头，同大家介绍下。咁咧呢个盒嘅人形影得靓之余咧，其实成个造型系唔错嘅。其实同一个角色咧，或者同一个人物咧，其实已经出第二次，因为佢自己都叫做 Ryan 2.0 啦。咁啊，好明显咧系模拟一个某套电影嘅角色啦。咁但系通常呢啲系人用翻一个历史嘅角度去做翻一个即系当时嘅部队咁啊去出一个产品。好啦，咁啊呢一个二战101，其实我觉得。二戰嚟講咧，美軍咧不嬲都唔夠德軍型仔嘅，即係純粹講個外觀上啦。咁但係傘兵嚟講咧，雖然唔真係啲拍戲、拍劇啊、拍電視電影嘅技巧或者角色問題咧，你會覺得啊，二戰嘅傘兵、美軍傘兵101又即係101空降師咧，係零舍型啲嘅。唔知道我有受一個《Band of Brothers》影響嗰套好出名嘅電視劇影響咧，咁啊覺得裡面真係零舍多英雄人物。咁啊睇睇呢個。1:6產品開箱嘅時間啦，啊影落去鏡頭睇翻呢個盒真係影得幾靚。我諗係同啲拍攝啊、擺嘅 pose 啊同埋角度方面咧，佢喺個相嗰個選材咧，同埋材質方面咧，都做得恰到好處，係覺得幾真人嘅，真係係幾靚呢個盒真係，唔捨得拆開佢添。我德哥話真係為藝術而犧牲啦。好啦，咁咧呢個睇埋後邊，哇後邊都好靚，真係。咁啊有合成咗啲相啦，同埋啲散件喺晒度，好充足。其实影完呢个背面呢，咁啊已经唔需要介绍嘅。不过大家始终想睇下实物㗎嘛，咁啊唯有牺牲啦。一同大家讲呢，其实呢一个系豪华版嚟㗎喎。佢啲同时推咗一个叫做普通版啦，咁个盒得一半咁大啫。咁啊几好又悭啲面积而来呢，合平少少。咁我觉得呢个厂方都几贴心嘅。backdrop， 咁未玩过嘅朋友就呢、这個就其實呢個佢哋嘅附加價值啦，咁啊真係嘅，絕對夠高度咧，就擺多個1:12嘅公仔喺度咧影下相，咁啊變咗自己有時影相唔使揾背景噶，睇到喎，輕輕真係，哇！佢哋啲頭雕咧真係做得好，雖然你話好多坊間啲大牌子領即係執牛耳嘅牌子，佢哋頭雕當然係絕對係值得大家青睞啦。但是这个呢都很漂亮，还有那时候他们不知道继续晾胶呢，连落去淋淋地的少少淋的，他晾得很硬的，这个是PVC 晾胶来的，可以做到这么精细的东西。那么、个、头是他们可能觉得之前 Virtual 未够靓仔，这个又再靓仔一点，那我觉得其实两个版本都有不同的，那不过这个真的我看着他们是每一次都有点进步，系嘛，几靓喎！再睇下埋啲个眼，哇，真系做得好唔错。即系我成日都同提议啲厂商，就系你做啲表情啦，个嘴少少微开啦。咁呢啲咧，咁事实上喺个战场上，当你做紧剧烈运动，咁啊个口打开少少，咁啊唔出奇啦。同埋你有时唞气讲嘢都会噶嘛，咁所以根本上个合嘴。閉埋嘅情況其實應該少過開嘅情況嘅，我自己認為啊，呢個係我自己對1:6嘅一啲睇法啊，因為我自己都做啊咁啊，所以我做呢角色都係會咁樣開口嘅，生動啲咯，我咁講啦，簡單啲講啊，成套傘兵嘅裝服裝束咧，全部袋咧都唔係假嘢嚟嘅，因為車咗啲袋接噶嘛，咁當然佢係釘埋咗嘅，但係咧我又覺得你係可以揀撬開嘅喎。不过呢我就建议唔好见，因为似乎佢係乱实咗嘅。正常呢如果你要做靓啲呢，通常啲师兄就会塞咗好多啲即刺字嘅 material 入面。就令到袋胀啲，就似我哋好 lively 啲，即係生活化啲，就係喺战场上呢个袋满嘢咁嘅袋，咁袋食物啊乜都会袋啦。
咁但係呢個佢採取呢就唔袋啦，即係封咗個袋，咁但係佢似乎個袋都係真嘅，因為佢就要採車架袋㗎嘛，但係我覺得係一個真嘅袋，不過就封咗口。咁啊，見你有膽識，你咪可以拆嚟玩，其實玩得一比六個師兄們都呢啲嘢都難唔到你哋嘅，係咪？係囉，似真袋嘅，我曬袋子。即係你有空間，其實應該係開到，不過開咗唔靚啫。同埋做樓有問題啦，個樓門做唔到咁細啦。另外就係你開，其實啲樓貼亦都會容易甩嘅。咁我見啲樓貼佢哋都改良咗，大粒啲，即係按翻比例多啲，同埋唔係即係以前好似即係來去都嗰塊咁貼，呢個改良咗。咁呢個半拉鏈啦，呢、這個拉鏈佢就要做翻堅嘅拉鏈啦，係咯。咁啊，裏邊嗰個 T 都冇走雞過嗱。咁啊，一比六玩法就係、是。通常啲衫都堅嘅，即係唔係 dummy 嚟嘅。咁啊，除咗呢件咧，裏面仲有一件就可以用嘅。咁啊，我就懶鬼噶啦，我就唔可以砌，因為我自己以前玩咧草咧，我除衫著衫波公仔咧，都搞好耐噶，即係搞成晚噶，都唔知都未計影相啊。好啦，這個呢一個咧，哇！呢、這個手咧係新嘅，好明顯嘅睇到係嗰啲可以可摺嘅手啦。咁咧個手指咧係做得比較略長，我覺得。咁但係如果你做起形上嚟咧，你屈翻佢咧，我就覺得又差唔多。有时呢你按返比例做乜呢，其实你会发觉短咗。咁呢就做一比六神秘嘅地方啦，即係唔係话你将个数字除一比六搵到塊布係六分一嘅薄厚薄程度咁就得㗎啦。讲对富话呢啲醒嗰啲即係好靚仔啦，唔使讲。玩散兵或者玩一比六二战玩散兵就係好玩嘅，即係好多嘢玩。呢对鞋好啦，据官方说呢佢哋呢几年都系噶，完全蒙真皮，因为好多时假皮咧会爆，尤其是佢车咗咁多鸡眼窿之后咧，再整一整出厂钉埋做埋啲 stitching 咧，其实基本上咧都开始裂噶啦。咁所以咧，可能佢见到原因咧，咁啊或者佢对或者对客户有更好嘅交代咧，佢哋用咗真皮去做。啊，真皮系好麻烦噶，因为其实都系要车烂又整唔翻啦，还即系还原度比较差啦。另外就系你要磨薄咗啲真皮先至啱用噶。咁所以其實以往咧，我哋玩呢啲鞋咧，呢散兵鞋一對可以賣到200多元啊！以前啊，其實呢一就算而家個價值咧，我諗都你散賣一個都可能要100多元走唔甩噶。咁所以呢只公仔如果1000多元，其實對鞋都佔咗個數。咁其實所以咁講，其實係抵玩嘅。我咁講嚇，即係散兵都係抵玩嘅。佢咧就係呢一次呢個電筒咧，大家見到呢個電筒咧，冇錯啦。其實咧。会唔会平常都系假噶啦？系咪？嗱，呢次我俾大家知，呢个系坚嘅电筒嚟噶。你见到呢度有一个嘅，即系一个类似即系接触位啦。咁咧，当我哋拎开咗呢个嘅胶纸制之后咧，见到啊，胶纸制之后咧，咁咧扭翻埋佢，神奇嘅事又发生啦！哇，会着灯啊！闪下闪下，唔知咩原因，系咪接触不良咧？要着灯嘅。咁另外两块胶纸咧，就可以将嗰、那个贴落去，即系红色、橙色嗰两个胶纸咯。我冇记错啊。咁咧呢个真系最惊喜，因为呢个咧眼灯咧系以往即系一比六军事题材里边咧系好少用到嘅。咁啊，即系果然时代一路进步紧啦。咁我初初摸阵呢个个开关掣都好似唔啱咁嘅，但原来喺下边咧真系着嘅。我扭实佢，着过眼灯。咁但係可以同大家先讲咗呢，其实呢一个呢係坚嘅灯嚟嘅，电筒嚟嘅。嘩，正。呢度成堆啊，呢啲玩就知㗎啦。有啲係好开心嘅，即係好精细好精美啦，嗰一柴啦，其实入边个戏入边系一柴啦，后备扭贴啦，有啲细嘅徽号啦，散兵头盔，嘩，好靓，一睇到好开心嘅。因为呢一个呢就係101空降师某个 division 嘅。嘅徽嚟噶，我冇记错啊，即系好有回忆嘅。无论系雷霆救兵啊 ，Band of Brothers 啊，其实都系讲呢个部队啦。咁散兵最靓仔同一般陆军嘅分别就系呢个啦，就系呢个下巴嗰、那个，即系头盔带嗰个位置就系有个下巴有个软剪嘅，即系防高速嘅撞击啊，高速跌下来啊，咁啊即系一来固定咗头盔啦，二来就唔会拉伤嗰、那个。戴头盔嗰个士兵啊，咁啊同一般嘅陆军头盔系有啲分别嘅吓，虽然个盔嘅型系好接近噶吓，咁但系内盔都可能接近，但系嗰啲嘅 strap 咧就唔同嘅，或者叫高阶少少啦吓，因为跳伞嘅唔同，所以好易睇嘅啫。一来就好时
唔係冇網咧就 depends， 有啲人冇網嘅，因為呢個網係 for 做偽裝，有好多時誒錄音都會有。好靚嘅頭盔，比例好好。因為秘魯咧，大家要注意，因為我知道其實 keep 住都有新嘅朋友玩咧，咁就提一提。嗱呢啲 strap 咧，其實喺工廠佢係唔通真係釘，因為膠釘呢鍋釘咩？其實佢真係黐落嚟啫。所以咧，你戴頭戴嗰陣咧，你唔好死命咁扯。頭先我就死命咁扯，真係扯扯爛咗咁滯。咁你膠水黐嘅啫。咁所以如果你唔想去扯爛佢啲 strap 掹曬出嚟咧，咁我就建議都係除咗個帶佢，因為咧呢個佢兩邊都可以除嘅。咁同埋戲入面或者即係叫生活裏面呢，其實佢哋成日都係咁樣甩㗎啦，係真係即係跳傘之前就綁得好地地嘅啫，正常喺戰場佢哋都會除曬出嚟。好啦，咁所以呢個呢應該咁奇怪嘅，唔係呢個內盔嚟嘅，其實美軍就係咁得意㗎啦，有兩個頭盔嘅。咁戴埋落去呢，嘩唔大唔細喎，呢個其實好難拿捏嘅，原件好多呢啲大頭仔呀、細頭盔呀、大頭盔呀，好唔靚。呢個呢你睇下咁近影都冇穿崩，幾靚，仲要打，即系完全出翻，哎，感觉出晒嚟，好开心。讲下你啲散件先，翻裆 ，OK， 真布袋，真布袋兼且系里边有个 pass 啦，唔使讲啦，我唔拆噶啦，咁我可以有勾翻住嘅。咁其实好多时真系玩一比六，真系要心机同时间嘅，即系你冇心机时间咧就难嘅。我知道有啲师兄咧，直头咧就揾人即系会代工咁咧，帮佢砌。哇！呢支，哇！呢支白雪球拎上手咧，系重噶，因为咧系金属噶。呢、這个托咧，似乎个木感啊，个木嘅感觉好强啊。系咪真系木咧？我都相信系真木嚟噶，系啊，系真木嚟噶。哇！咁啊，真系呢啲，即系就 D I D 佢哋最擅长。系啦嘅技巧啦，咁但我觉得有时就未必真系嘢嘢都需要金啊金，金属金属，木啊木，皮啊皮，衫啊衫，吓头发要遮遮发，即系如果唔系咁啊，变咗啲即系另一类嘢啊，即系好多朋友玩唔到，即系贵啊嘛，我讲，咁啊亦都冇嗰个必要嘅，即系睇下你个程度去到边咯，啊有时见啲外国朋友唔喺外国啦，即系内地或者香港甚至亚洲朋友，佢做到好靓嘅 customize， 其实佢都唔会喐得嘅。佢都要砌模型咁去改過曬，咁佢亦都唔會下下支白雪球係金屬，佢可能自己用 PU 去做。即係玩比六呢，其中一個最大嘅趣就係草散件，咁你孭埋上去身啊，梗係更加型仔啦。所以啲我覺得係一門學問嚟嘅，基本上好多模型大師都玩一比六，用一比六去展示佢嘅作品。嗱呢支反坦克炮呢，炮彈都係金屬嘅，有兩支。两支俾你添，做得好似有个炮弹尾嗰啲吓，咁啊散兵啊特别啲，有两支 dagger， 呢支系零零舍舍啲散兵 dagger 嚟噶，唔使讲噶啦，一定掹得出嚟噶啦，我又懒唔掹啦，掹少少，哇，似乎系金属添噶，系啊，金属噶，摸到系金属噶，另外一支 dagger 啦，呢支就系美军常用嘅部队，我谂陆军部队都用，因为呢支咧呢支系可以咧系装喺个。rifle 前面嘅，有晒呢啲配位咁样就，所以呢个基本装备嚟嘅，我都尽快讲好简单。呢支 M1 加兰啦，冇记错，开枪嗰阵啲声音咧系好唔同嘅，即系开火嗰阵声音啦，同埋个弹夹飙出嚟嘅弹壳嗰啲碰撞声咧，系零舍唔同噶。佢拍嗰几套电视剧同电影嗰阵咧，其实佢哋系专系录真正嗰啲嘅。因为嗰种声系零零舍舍唔同嘅，其实当时嘅武器好多唔同嘅国家武器咧，佢譬如 MG34嗰啲机器发动嘅声音啊，嗰啲即系子弹摩擦声音，其实都系好特殊嘅，即系你一听就认到系即系基本上知道系咪德军嚟噶啦，或者系咪用紧嗰种武器。咁啊呢一度咧呢把咧又系木同埋金属嘅，以前咧又系嘅，一把木同金属嘅枪咧已经系好值钱嘅，我相信而家都系咁值钱啦，不过咧。就当打件得多咗就冇咁激动嘅啫。这个上弹呢个呢直情有弹弓嘅。好精细啦，即係唔係掹就掹烂，因为有时有啲生铁呢佢哋好易整烂，甚至有啲叫低温金属就好易整烂。我相信这个呢个呢佢哋系唔系低温金属啦，系似生铁，不过生铁都系咁讲呢，因为如果压住金属就好贵㗎啦，我估佢系生铁啦，咁所以都唔好即係死命咁掹呀。呢批呢个 magazine 呢啲子弹呢每粒都系金色、金铜色嘅，同埋系金属嘅，同埋咧睇得到咧，佢系可以逐粒褪出嚟噶，
用同车出嚟做啦，做啦。嗱，你都睇出嚟，吸翻去，因为咧，哇，即系啲感觉翻翻晒嚟，即系好多谢佢哋咧，又重复又重复咁出。但系咧，有时咧，如果真系买咗咧，你又再买一次咧，其实又真系系咪会买咧？唔知道，或者唔见咗烂咗再买唔出奇，或者可能嗰时 miss 咗咁啊会好，或者越出越靓。但系咧，我都建议真系出多啲其他版本吓、啊，即系新嘢咯。我而家呢讲吓，好啦，這個、呢一个咧，佢直情咧褪得出嘅呢、這个，咁啊个 dog tag 好精细。嗱、啊、呢边啊银白雪雪嘅，睇下嗰边有冇嘢先。哇，有印度嘢嘅、哦。我真系睇唔到佢用放大镜睇啊！我相信佢系印翻嗰个角色个名字喺度嘅，应该唔会走鸡噶啦，因为可以做到嘅绝对。啊，咁啊，记住啦，呢个 dog tag 咧系两块嘅。讲咗第一浸，但系 Sony 其实未完嘅呢浸，哇，就系嗰啲美军，美军最多系咩咧 ？Gear 系啦，德军都多，但系咧佢发觉两个文化嚟嘅。其实应该咁讲啦，其实战场上嘅需要就实际需要应该系美军嗰个逻辑啊正啲。嗱，因为啲标噶唔攞啦，咁标不嬲都唔系第一次见啦。咁玩开嘅朋友就知，未玩开嘅朋友就觉得哇好精细，系啊冇错，每一件散烟本身都系一个好优秀嘅产品嚟噶啦。嗱、啊，呢、這个手榴弹咧，呢啲即系碎片式嘅 grenade 咧，其实都系金属嚟噶，有两个噶，呢一个做到好银色嘅。其实我觉得比较啱啲，咁当然后即系有啲系油咗第啲色噶，手就用咗唔系好多，即系士兵手就多咗两个啫。咁但系咧呢、這个就叫做系即系造型手啦，咁即系揸枪手啦。头先嗰只系即系铁线手嚟叫，即系可动手啦。咁其实不过又有成本噶，呢一个就有一个系咯。其实有时就唔使咁多，我都讲一比六反而唔需要太多手咯，我觉得。即系啱用就得噶啦，即系你因为你揸枪，唔通整个即系揸筷子嘅手势咩，冇乜意思嘅。但系咧，点解一比十二嘅需要我只觉得？嗱，呢条 bell 咧 ，canvas bell 都系用翻 canvas 去车出嚟，印埋 US 标志啦，同埋每个鸡眼窿三个都打晒落去，真系做出嚟咧都有排做噶。以前咧，啲公司仲胶做，我如果做得好或者叫平咗，我又唔系太抗拒。不过呢啲真 canvas 跟真嘅 canvas 梗系靓啦，同埋佢可以调整嗰、那个，咁里边佢都系摄咗啲海绵喺里边嘅，咁啊令到佢填充咗个感觉系好啲，成个煲嘅，咁啊就咩系背脊嘅啫，呢、這个叫 X trap 啦，德军叫 Y trap 啦 ，depends on 嘅型嘅啫，啊咁啊呢度成只勾住嘅腰带啦，另外再勾啲配件嘅。咁啊，通常比较常见系散兵用。咁啊，一比六嚟讲 ，DID 都可算系中流砥柱噶啦，甚至佢嘅工艺咧都几难有挑战嘅余地噶啦。咁当然唔系话佢叻晒，但系即系佢咧系站在顶端学德哥话斋。咁顶端得嚟，一直都系顶端啦。咁啊，都系冇令人失望嘅。咁当然有啲新公司佢哋会叫冒起啦，同埋始终就系、是、我都系奉即系呼吁下啦。咁啊，因为我谂 DID 高层都有睇嘅。咁啊，真系嘅，工艺系紧要嘅，亦都系令到好多客人醉心。咁但系同时咧，都系平衡翻有时一啲超级复杂工艺拖高成本价格。其实有时客人未必系个个都需要，大部分其实可能需要更加多嘅造型啊，更加多有趣趣味性啊，会唔会多个头雕啊？即系咁讲啫。不过头雕真系好贵，所以就冇必要整嗰个头雕噶啦。咁但系咧呢一、這个咧，其实真系立落去真系非常之吸引嘅。好 sexy 啊！呢、這个真系，即系我哋啲玩家话斋，即系唔系一定女人先 sexy， 即系一个咁型嘅一比六公仔，其实咁斩 C 站啊，你觉得 C 站都系似一个人咁，你即系咪无敌啊？就因为个比例啦、衣服啦、配置啦、头雕啦做得好，咁你冇嘢好讲噶咯喎。